这些虫子究竟是哪儿来的？连寒冰王的寒冰之气，竟也无法冻伤，怎会如此恐怖？天霄败在他手，败得不冤。此子之前和我交手，竟然还保留了实力。还好本王精明，不然之前怕是危险了。胡圣王，你还不快帮忙？血手王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血手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想和老夫为敌吗？胡少王想多了，本王只是不想看到阁下和寒冰王一大欺小而已。哼，血手王，本王给你一个忠告。 马上让开，否则本王连你一块教训。嗯，你有这个能耐吗？<笑>打，狠狠打，届时本王得到宝物的概率也就越大。血手王，你这是找死！千叠掌，雕虫小技，血手遮天。 有所突破了，侥幸而已。放过我！ 放弃光桥，现在放弃，晚了。此子非要招惹寒冰王，一样难逃一死。现在还有谁不服气的？ 只管上，就算阁下拥有占据光球的实力，也没必要下如此毒手吧？哼！若之前是那寒冰王获胜，你们觉得他会放过本少吗？血手王，若再有人敢对本少动手，杀了他！你，胡少王，何必激动呢？哼哼，骚狗！ 二位，这古鼎应该就是我等三人争夺了，不如先联手破开光球，再各凭本事争夺如何？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武神主宰官方。